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对面水打野，杰拉打野，杰拉打野不中那个被动，干嘛？他有可能蓝开的，不过看他的样子，有点不太会玩那个人。 他没有中这个被动的话，可能就会来红开了。感谢窝在音符怀里睡觉觉续费的撞粉。全军出击！好像还是蓝开了，却把他被动踩了。把他这个被动踩了，他刷野会慢非常多。这龙王他是懂的。 小火龙打龙王，这龙王又去找他了，他估计打三蓝去了，蛤蟆还没打完，明天裂开了，好像没抢到，这杰拉 bug 刀没抢到，看着像抢到，其实没有，那抓下吧。 他三郎还没打，太慢了，不等他了。我直接先给木杆那秒，让他挡 Q 了。他拖我们野，来来来，抓他！这蛤蟆不打了。 这龙王打这么积极，可以啊！小火龙也过来了，都是好样的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他把植物给了，有机会杀他，这不赌一波。哦呦，站这么里面，虫子拉他有点怕我。 把虫王条拉了，这龙王又过来了，夸张！我永远称之为本月最佳，从来就没见过在我们这边这么积极的龙王。把虫王条拉了，这龙王又过来了，夸张！我永远称之为本月最佳，从来就没见过在我们这边这么积极的龙王。可能看得出来，他对胜利的渴望啊。嗯，可能这龙王朝我们打野战绩了，伤害没看到，第一颗，起来，零速率。 这小火龙没什么狼，龙王过来了。这龙王也没什么狼啊，他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
之处，无人能挡。应该刷了呀，怎么这么慢呢？时间记得有点错了，坏了，这状态有点低迷，开始闪红灯了。前老板还对野怪刷新精确到秒。五级的阶段，包一下死，他没植物就没什么用。这个 AD 包过来，再弄一下莫甘娜。他盾没了，对着 A 就好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对方过来，助攻来一个。没视野吗？我以为有视野。好怀念的感觉。尔等把萧禅藏于何处？发芽，少吃了一个，这波深六有机会杀他的。顶着视野给这 EZ 大我，他给 EZ 开视野的。有点不对劲这个状态啊。无人能挡。进入一波省电模式，少说话。杰拉要去上，火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能给本将军把赤兔前来吗？
生于天地间，天打居人下，一骑登天，一骑登天。小火龙把芥末单杀了吗？后过来可以打，妈的 Q 闪都没连上，他妈没吃饭吗？这不跳闪能中的，只是连慢了。跳完马上要接闪现，不然会把 Q 的效果直接断了，看着 Q 到的。其实没打到，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估计肚子饿了，我也觉得是，那就抽个夜宵吧。现在只要关注主播并且发送弹幕，就可以参与这个夜宵抽奖了。要是中奖的观众在本直播间近30天观看满10000分钟，可以发个豪华版的，发个50的，光时不够没关系。下播之后，这汪波可以挂直播间里面刷着光石。能给本将军把事物牵来吗？这个杰拉感觉去打那个，打那个虫去了，感觉。果然被他打完了。我跟他出 Q， 一 Q 无视进度，他一直在前面等着。所到之处。无人能挡，可以爆一波这铁男的金币了。
直接给他秒了，不给他开出皮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往哪飞呢？飞我巨龙撞击啊！撞的就是你。撞的就是你，小火龙。我一来就不玩了呢。夜市三角杀。哎，怎么状态又变好起来了？哎，怎么状态又变差了？看，刚才看弹幕去了，分心了，给他们杀个也好控温一下。不然这铁男都说不玩了。给他 Q 我，差一点点，还行吧，一 v 四杀了三个，已经很帅了。
这是什么感觉？到之处无人能挡，能给本将军制度前来吗？刚好二还把他二挡了。刚刚谁中了？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一个十三级的斗鱼用户叫顾婉，弹幕发个一我看一下，我看你进三天看了多少分钟。顾婉在不在？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岂能郁郁求居人下？没看到弹幕啊，估计是不要了。为什么第一时间没二出来？这么便宜。还是得队友靠谱啊。我泉水杀了，五杀了，王广在不在？王广赶紧来一下。王广王广呼叫王广，五杀了。有没上夜班的王广？哇 crazy， 这伤害打了接近10万，